老板娘嘞，老板娘，今天在这里卖什么呢？卖辣条。卖辣条呢？你这车要往哪里推？来，给我介绍介绍，给我看一看，别往推了，别往推了。兄弟们，越南街头的特色辣条，这怎么卖的？啊，每个种不一样。每种不一样，那你给我介绍一下吧。超辣的啊、哦，辣辣，这个、微辣。这个是加辣甜甜的。哦，既辣又咸，辣咸。这个是没有什么味道，但是加上这个味道。给我来5万块钱的。5万。加在一起，你给我搭配个5万块钱的。5万。对的对的，兄弟们在越南老板娘那边搭配个5万块钱的辣条吃一吃。这个呀。哦，直接给我拽掉。哇，我那么牛啊，我老板娘这一共多少钱？5万是吧？在越南这边卖辣条就是方便啊，直接拿了个皮筋子给你捆着，直接给你拽，满满登登的几大包5万块钱的。老板娘，听说你卖辣条都买汽车了？买汽车？前两天还说你买汽车了呢，你肯定买了。装逼的。走了啊。